小马的迁徙听哪个？小马的迁徙。又是一年的秋天了，草原上的食物越来越少，角马妈妈和角马爸爸带着小角马们在一望无际的大草。爸爸，我想当角马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角马有很多朋友和家人。还有，他们每年都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去。 路上他们克服了好多的困难，我觉得当角马一定很快乐。那你要是小角马的话，我不就是角马爸爸了吗？不。 大把手，哎，没事没事。哎，哥，过来过来，你看一下。刚才试车的这个调校，就跟咱们比赛调校是一样的。沙沟岭第一赛段是砂石路，第二赛段是柏油路。按照通用做法，做的是混合调校。那边最近下过雨，这种方法是最有效的。沙沟岭水势太多了，这个胎我肯定用不了。你再想想办法。非要减的话，只能减你和孙宇翔体重了。 哎，你还吃呢？这比赛的时候每公升油都能影响车的动力，你能少吃点行吗？给我。如果两个赛段之间咱们整体换调校来得及吗？这比赛时候的维修时间只有75分钟，我得换轮胎、制动、悬挂，还有差速器这一整套调校，两辆车我根本来不及。哪有两辆？那辆没了，咱们现在不就一辆了吗？不对。
那一辆车的话，我时间是够的。哎，哦，你最近联系过林振东吗？他是不去野牛了？不可能，我找人问过。啊，我找人问过了，被家里赶出来了。啊？车也没了，也没人知道他住哪。你连电话都忘了？啊，哎，你看，发了一堆信息没回我，那他明天比赛怎么办啊？ 这样吧，聚江，啊，咱明儿做两手准备啊。如果林振东现场还是一个人的话，他还算咱飞驰的人，你没意见吗？你是老板，都听你的。大家好，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第四站沙沟岭站即将拉开帷幕。在比赛开始前，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赛况回顾。 传奇车神于太敖在上一站驾驶着他的一号红色赛车强势复出，夺得冠军。万事车队依然罚回稳定，魏千里拿到第三名，15个积分后已经在车手积分榜上领先了张弛。而张弛呢，因为无故退赛被罚掉10个积分，丧失了大好的领先优势。而对于车队内讧的传闻，飞驰车队面对媒体也并没有任何回应。 选手们开始就位了。今天第一位发车的是积分榜领先的魏千里，比赛即将开始。魏千里发车不错，看来他是想要趁开始比较混乱之际拉开差距。随后发车的是飞驰车队的张弛，在上一站的风波之后，他能否调整好状态呢？执行纪检程序，收到。 师哥，感觉你今天状态有点不太好啊。你是利用我们陪着你跟于太阳玩是吧？我跟他确实是父子关系，但是就像我说的，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，我不想提他，我有错吗？如果你觉得我欺骗你了，你觉得我隐瞒你了，我给你道歉。我们拿你当朋友，你拿我们当什么？我从来没想过利用你们任何人。 我把飞驰车队当家，我把你们所有人都当成我的家人。自检完毕。走五，紧急用六八十，取直八十，紧急用二。 到路边斩。魏千里在今天的比赛中发挥稳健，目前依然领先张弛。万事车的优势开始逐渐展现了出来。他即使没有拿到任何一站分单赛的冠军，但强大的赛车加上稳定的发挥，就足够让他登顶了。我们再看到万事二号车手李奥多，他正在缩小与第二名张弛之间的距离。 还算稳定。张弛，魏千里正在拉开和你的差距，李奥多和艾菲紧追你，注意力集中。我从来没想过利用你们任何人，我把飞驰车队当家，我把你们所有人都当成我的家人。 我觉得我开赛车上时间我觉得很美好。你说的有错。左二，肯定有一，要不变窄。看来张弛还是受到了上一站风波的影响啊。反观魏千里这边，在目前的比赛中，优势越来越大。这差距有点大呀。 当时就这状态是怎么了？倒也没什么失误，就是不够兴奋。右侧紧急左三，八十。已经有10辆赛车先后出发。
上一站复出的车神于太昂也已经准备好发车了。于太昂本站比赛依然势不可挡，他在前几个弯道就迅速拉开了跟其他车手的差距。即使缺席了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十几年时间，他的车技可以说依然是傲视群雄。好，飞驰车队这边林真东也准备发车了。这是巴音布鲁克基地的预算，你看一下。没你这样的啊！你小东第一次参加 CCRC 比赛，能拿到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。是他自己跟张弛吵架离开飞驰的，又不是我逼的。那你也不能把车给收了，这不是要人命了吗？他离开飞驰，不管是去万事也好，还是以个人的名义参赛，之前赛事的成绩全部清零。如果前面三站的积分清零，剩下的将毫无意义。这可是。他缺席第四站之后想拿到积分前六，那就更不可能了。也不是毫无可能。
你是不是在谋划什么？你在下一步大计？预算记得看啊。我就知道，我一直都相信你的姐。另外一个林振东，好久不见，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消失了。说实话，我还有点担心你。我今天在模拟机上跟他们比了，我差一点就追上于太昂了。说不定你下次回来，我已经超越了。这些话我也不知道该跟谁说。我知道你一直挺担心飞驰的，我想跟你道个歉，我已经退出飞驰车队了。来吧，庆祝我第四站比赛完赛。咱们复盘一下上一站的比赛吧。第四站，张弛已经第三名了，输给了刘千里。我觉得咱们下一站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张弛的状态问题了。前两站打下的大好局面，第三站倒扣十分，第四站窝窝囊囊输老魏，现在我们离老魏已经差十四分了。没问题，我状态没受影响。但林振东也太废物了吧！你倒参加个比赛啊，参加比赛也有成绩，现在连比赛都缺席，他干嘛去了？还不是你把人家赶出去的。张弛，那你什么意思呀？他把林振东叫回来吗？不请他回来干嘛呀？他都不拿我当朋友，我拿他当朋友，我怎么活得那么卑微啊？那你就别废话了，你把你的赛车服你给我洗洗好不好？你现在就去，你去。去啊。孙宇昌，你跟他一块儿去。哎，你们别动啊，我故意的。他们俩走了，我说点正事儿啊。我想听听你们对林振东的看法。他第四站缺席比赛太严重了，你们觉得咱们是不是真要把他叫回来？我支持林振东，万事给他那么好条件，他们也去。红货那事儿。其实跟他也没什么关系。嗯，我是觉得吧，这个已经消气了，就是缺一台阶。没台阶没关系，咱们可以创造个台阶。文艺，你跟审计官打听一下，林振东现在在哪儿？我发现林振东还真的是遇强则强型。新人赛的时候那么拉垮，短短几个月时间，上一站和于太阳开场地追逐就跑了分站第二，这次在模拟机上就差点追上于太阳。什么意思？咱俩不强呗？你猜我承认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上一站我第四，好吧。除了于太昂、老魏、张弛，就我，懂吗？林振东的成绩是42分35秒187，上一站你的成绩是42分39秒多。你猜林振东要是在比赛的话？这是模拟机，跟真实路面能一样吗？你觉得？不一样，确实不一样。我看了你们的比赛，一个第四，一个第九，恭喜啊！我洗了点水果。第五站你到底打算怎么办？总不能一直在家做模拟机王者吧？就算后面有车队愿意接收我，我之前的赛手积分也会被清零，就重在参与吧。哎呦，我是真想不明白红阔之前怎么想的，人来了我们车队一样坐冷板凳，都别说车手领航员，那搬轮胎都没人找他的。说错话了，对不起。都是过去式。很高兴你们能来采访我们。我想说啊，洪阔先生是我见过的中国
最优秀的领航员之一，他就是我们万事车队一直在寻找的人。洪阔在万事车队肯定会得到更好的发展。洪阔，欢迎你。魏总，我来得有半个月了吧？您什么时候给安排正式的工作和训练？以及我的搭档到底是谁？您别急啊，你先适应适应。你的搭档人选我们正在考虑当中，总得有个过程吧？知道了，我会尽快安排的。玉霞，来，双池，我有个事儿求你帮个忙。什么事儿？你不会违章了吧？没，我遵纪守法，从来不开快车。你知道林振东现在住哪儿吗？怎么了？他跟我借过18块钱，借完消失了，不还了。哦，行，那我转告他。要不我先扫你？不，谁跟我借的，我跟谁要。我这有个很重要的东西，麻烦你帮我交给他，是个代金券。代金券？那个添麻烦了。行。很重要啊。拜拜。谁啊？沈希婷。哦，对了。那个张弛刚才来找我，说让我把这个给你，对你很重要。他没说别的了？没有。水岸花园3号楼1单元，几楼啊？行，那好嘞啊，先这样，哎，拜拜，哎，钟启林还挺负责任啊，每周都打电话问问这林振东啊，下一站还报不报？林振东前3站多猛啊，他要真退赛了，有的是人高兴。那我们就不能让他们太高兴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对，你给张弛打个电话，你跟他说今儿上午赛车场用不了，我忘跟他说了。行，我给打一个。张弛的手机铃声了。哎，嘿，行，我知道，你不是来找林振东的吗？我没有，林振东呢？就是溜达到这儿来了。哦，我们可是来找林振东的。啊，那你们找去忙去吧。行了，别演了。我说你昨晚吃饭的时候怎么心事重重的呢？我演什么了？谁心事重重了？想人林振东了？我想他干嘛呀？先给人道歉呀！我道什么歉呢？他应该给我道歉。你赶紧好好给人道个歉，听见没有？我没错，我道什么歉？你们俩要去，你们俩去。别演了，快点！哎，赵，怎么回事？我什么正事儿？你们俩到底干嘛？小何，你给我发的微信我都看了，我没说话是因为。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没事，那我们今天来啊，就是想说这事儿的。张弛跟你说，他俩给我绑过来的，本来我不想来。你们俩急死我了，我说吧，你走了以后，其实大伙儿都特别担心你。然后那事儿我们也知道了，是洪阔干的。张弛这回来，他是想跟你道个歉，
我道什么歉呢？又不是我的问题，他的问题，你让我道什么歉？闭嘴！刚才让我张嘴，现在让我闭嘴，我直接走得了呗。干嘛呀？喂，你好，爷爷，您是张弛的爷爷。等一下啊，你给老人家送过项链吗？没有啊。这样，我让他跟您说吧，他在我旁边。喂，没有，很重要，过阵子再给啊。那个，我现在在电话里说不清，那个，我当面跟你说吧啊。未来的你，给爷爷的。老爷，你先回趟俱乐部，我们仨先过去一趟啊。哎，走走走。哎，爷爷，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哎呀，你可来了！来来来，给你，我不干了，不干了。哎呀，这压力也太大了，我这几天都没心情下棋了，真是。什么意思啊？这？看看你这孩子，你看看，不是前阵子你交给我的吗？说这个东西啊特别重要，让我好好保管，过一段时间再还给你，不是你说的吗？爷爷，啊，是我给你的还是他给你的？我想不起来了。总之啊，我可还给你们了啊！我下棋去了啊！溜了溜了。我找个护士借个电脑，一插上不就知道谁给的了吗？嗯，你们家老爷子洗澡的时候带着他，吃饭睡觉也带着。洗澡都带着，那肯定坏了吧？我弄就行了。我们先撤了啊！哎，别忘了写作业啊！啊，写作业，写作业。哎，下棋，下棋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怎么样了？哎，差不多了，应该修好了。你拿吹风机再吹一下吧。行。你看，有点东西啊。使的劲儿有点大，反正。啊，喝点什么？四位签理合同吧。还真挺爽，第一次爽，第二次更爽。你说，你本来就应该是飞驰的人，怎么可能成为未来我的劲敌呢？我未来是你的劲敌啊，就是从未来回来的那个我的跟我说的。你们怎么总说从未来来的你啊？我大概给你描述一下，你有一个第二人格，这个第二人格呢，是从2027年回到现在的那个我。2027年呢，有一个巴音布鲁克的比赛，我为了在那次比赛里想赢你呢，然后就到巴音布鲁克那站了，冲了线，刹车片坏了。直接冲到悬崖底下去了，咣当我就变成林振东了。我是你，他是他，你别整乱了。那个另一个版本的你，就是5年后的我，你明白了吗？这是真的假的？你要是拿这事儿骗我的话，我跟你说你不是，我肯定不能骗你。我要是骗你的话，我一辈子赢不了魏千里。种种迹象表明。就我们俩言行举止都非常的相似，我刚开始我也不相信，但是慢慢的，我发现都是真的，我信了。所以另外一个我做出的所有离谱的事情，其实都是2027年的你做的。你不离谱，我离谱。好了。大伙儿过来吧。哎，孙玉强、张唯一、季星、老叶都过来吧。哎，村里来新人了，快来开会了。唯一，放吧。林振东，
我是张弛。仔细想想，我在你这儿也待了快大半年了吧，咱俩呢也没正式的见过面，估计也见不上了。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说明我可能再也回不来。不过这也没什么可难过的，毕竟这大半年对我来说已经是人生的奇遇了。也许我再也回不来了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好难过的，毕竟这大半年里也算是我人生的奇遇了。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很多愚蠢的问题，比如说你要是回到五年前，想对当时的自己说些什么。我当时就想，我想说的有可多了，比如别拒绝魏千里的收买，多听听别人的意见，凡事再忍忍，想做什么先慎一慎。我带着所有的遗憾回来了，我迫不及待想让年轻的自己少走一些弯路，不犯错误，让自己成为一个滴水不漏的人精，一个风光体面的大款，一个只考虑自己的人。但我觉得人生嘛，该走的弯路和错误都是组成我的一部分。学赛车的时间提前了。哎呀，张弛，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？就因为你这次摔断腿，魏千里到现在还笑话我呢。我是怕呀，把未来给改了。五年后林振东达不到那个高度怎么办？万一他在飞驰车队给张弛当一辈子小弟呢？你会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赛车手，没有之一。在我心里，
也就是最好的。飞驰俱乐部的这些人都不用考虑，我都跟大家打好招呼了，该说的我都说了。咱们这个车队，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厂房，我问了，房东说300万就能出手，我跟他砍了价，现在最后敲定是280，这个是购房合同，这是租房合同，你都签一下。 这我怎么都不知道啊？咱们现在这个厂房是低点，到了下半年就会拆迁，到时候你转手就挣100万。转了一圈，本来还想教会你们一些什么东西，后来才发现被你们教会不少东西。 就说到这儿吧，年轻的大家，再见了。祝你们在自己的青春里使劲折腾，使劲浪。 我已经有方向，相信细胞我随时待发。想出发，我引擎声清晰，像点燃的火花。这一次该我决定我自己想要去哪，就把能量聚在我脚下。谁能告诉我该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时候？不晓得在角落感受过蜕变之后，有你的自由，就跟上我节奏。哪一道能抢得到我？ 是我要敲亮我，若我能把那心跳深摔在身后，轰鸣中掩盖所有的念头，越过所有的声音，唱一。
前方的野火，能点燃我的野火。一勇气来发号指令，梦想做我的轨迹，看我肆意的飘逸，冲撞着下一个奇迹。谁的旨意都无所谓，加速特别高分贝，在我的世界里只有一直向前，绝不后退。不用谁定义我该往哪走，我也向着终点走。不用谁定义我哪天该成为某某，享受你疯的我，就算它没有尽头，也没有理由让我收手。可不可怕，只问筹码，只问我要